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保存自己的回忆，有人喜欢拍下它，有人选择画下它，有人会将回忆化为微型模型，微型到好像两毫子咁细的模型。2007年年尾开始咧，就喺网上边认识咗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，就加入咗呢个微型艺术会啦。咁啊，适逢佢年尾咧就有个展览，咁啊，即系佢就邀请我去参加啦。咁啊，所以就做咗呢个和昌大厦嘅模型出嚟。第一份工嘅时候咧，就系喺湾仔嗰度附近翻工嘅。咁啊，行过对面马路就系和昌大厦，咁啊，所以深刻印象啦，对呢座建筑物就咧。Tony 由细到大都中意一面游电车河，一面观察电车外面嘅事物。由筲箕湾到西环嘅街道同建筑物，唔少都成为佢嘅回忆。这个西环唐楼模型，你估唔估到系仿照乜嘢年代做出嚟嘅呢？如果你留心啲睇下架电车，就会揾到答案。呢个咧就系仿照翻70-80年代咧，电车嗰阵时系有拖卡嘅。以前就住筲箕湾明华大厦啦，啱啱就系呢个电车总站嘅位置。咁啊，细个就好中意坐呢个尾嘅拖卡嘅，因为佢好特别啊，系单层咧。电车拖卡在香港行了17年，第一架是在1965年开始行驶，最初是用作头等车厢，可以坐36人。拖卡本身是没有动力的，是靠前面的双层电车带动。电车拖卡在1982年全面停用。坐电车全程最深刻印象就是太古城的位置，即是以前未起太古城就是一个船路来的，一經過嗰個位置咧，就會趌出去窗望落去嗰個船澳嗰度，即係覺得好大啊個範圍，同埋好壯觀咯。始終製作比較辛苦嘅，真係要捱更底嘅，即係甚至做到即係冇覺好瞓嘅。咁啊，即係曾經都會諗過，不如放棄啦，唔好做啦。展覽嘅時候，啲觀眾就好熱烈啦，尤其是係見到好多老人家去參觀啊。甚至是三代同堂咁樣去睇呢個模型啊，咁啊老人家喺度講當年情啊，有啲甚至係推住輪椅啊，攞曬相機啊，咁啊喺個展場喺度兜嚟兜去喺度參觀咯，咁啊都令我哋好感動嘅，咁啊會激發翻起我哋嘅鬥志咯，繼續做落去，即係俾多啲以前嘅情景俾翻大家去欣賞咁。Tony 有份做的展品当中，摩星岭的木屋区是他用了最多时间去做的。由搭木框、铺铁皮，以至做旧化，足足超过400小时。摩星岭的山上已经再见不到木屋，取而代之是过千万的豪宅。以后又会有多少人记得在50年代，山上出现过为安置寮屋居民兴建的平房区公民村。呢度咧，以前未拆之前，未起楼之前咧，呢个海景系好靓嘅，好似话咧千万豪宅你都买唔到。當其前咧，呢度咧係我街坊會嘅會址嚟嘅，呢度咧係街坊會嗰個禮堂。咁呢度咧要用乒乓波台，咁係俾人平時平時打乒乓波。啊，呢度出邊咧就係一個平台，
出面咧起咗一個能河，但又係省值過多。嗰、那個能河上邊咧就加啲鐵絲網。呢度上邊嚟講咧，誒有啲係用磚起嘅，就用嗰啲石棉瓦冚，咁咧就比較隔熱啲。呢度嘅地方嚟講咧，即係有錢都買唔到嘅。当年要入住公民村，首先就要拿到社署发出的入户许可证，俗称白卡，然之后就俾千几到二千几蚊买一间200至300平方尺的砖屋。由于规管宽松，僭建的情况都很普遍。呢一忽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人哋僭建嘅，下面是空的，咁咪揾几支铁咧顶起上嚟，俾啲铁皮铺咗，上面铺粉末嚟。咁咧咧鋪啲紙皮石，呢度咧屬於一個廁所同埋廚房嗰個位嚟嚟嘅。嗱，呢個紙皮石個痕跡都仲喺度。以前磨圓管噶嘛，係呢個區係區長管，區長唔管就磨圓管噶啦。雖然公民村嘅居住環境並唔理想，屋裡面冇浴室、冇廁所，亦都冇自來水供應。但是在公民村长大的建筑师林宗伟就很怀念当年的日子，他还写了一本书去记录当年村民的生活。如果没有出本书，过了我们这代之后就没人会记得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特别，所以值得一个记录的。公民村在摩星岭其实都属于半市区，但是又好像一个小村落。好特別就係話喺市區裏邊咧，其實有一個好似世外桃源嘅地方。我哋望到天啊，望到海啊，喺山度玩啊、游水啊，接觸嘅係大自然。咁另外就係人啦，因為大家嗰陣時都比較貧困嘅話，咁就好多時都係互相幫助啊。當年比較貧窮啦，咁其實啲細路仔咧玩咧就通山走嘅。咁我哋啱有個海，有個山，山同埋海就係我哋嘅遊樂場啦。呢種嘅生活模式咧，已經好難揾到。乒乓波嚟講咧，係嗰個年代嘅產物啦，即係話70年代乒乓外交嘛，嗰陣時就請好多國內啲高手嚟打乒乓波，咁其實全香港都即係我諗係瘋狂啦。初頭咧係冇波台嘅，我哋自己細路揾啲拖鞋、揾啲棍啊，咁樣即係變咗一個好似波台喺地下打，後屘就再發展到咧就自己揾塊木板攝起佢，跟住即係做一啲波台。日常譬如話啲細路通山跑嘅，喺出邊玩嘅，譬如啲主婦咁，其實都喺個門口出邊，大家做嘢啊，大家有傾有講啊。咁其實嗰個活動嘅範圍其實就唔係喺個屋裏邊。咁今日嚟講嗰啲劏房啊，嗰啲細嘅，其實你係即係範圍喺你個屋裏邊啦。你根本上係冇得即係走出去。有啲嘢咧，而家係消失咗，而呢樣嘢咧，亦都覺得係值得記錄同埋。除了記錄之外，是不是可以重新發掘出來呢？即是我們的社會是不是可以多些人情味，或者是多些跟大自然的關係呢？二十幾年前就入行呢，最初做建築模型的時候都是大部分都是手工去做的，材料都是以紙為主，即是都是用卡紙去做這個大廈外牆啊，所以就練到啲功夫翻嚟啦。我嘅專長就係建築物嘅結構啦，對呢個比例同埋個大細咧就特別敏感啦。甚至唔需要一份圖，你可以俾一張相，我已經可以計到個比例出嚟。好多人會做嗰行厭嗰行。但是 Tony 偏偏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做自己日日夜夜都对住的模型。建筑模型呢就规限于这个建筑师的设计上面，我们都是跟图纸去做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自己玩自己的作品呢，就可以自由创作，即是可以将以前童年的事物可以做出来放进去。碌架床啦、三輪車啦，同埋啲地板啦，例如書包啦，都係我哋以前翻學所用嘅書包一模一樣啦。咁啊，水壺啦嚇，同埋嗰啲拍字簿，都係細個接觸嘅嘢嚟嘅。
自己本身都是很窮的，小時候都是過啲窮困的生活，咁就有同感咯。咁希望都會做翻以前見到嘅事物啊，同自己息息相關嘅嘢啊，希望可以做翻出嚟。模型展覽圓滿結束。今次成績不錯，一共吸引了40,000多人來看。清場的時候，一班微型模型藝術家難得聚首一堂。完咗嗰個展覽咧，嚟收嘢嗰刻咧，見到啲朋友仔咧就好開心嘅，因為大家同好嘅朋友就好開心啊。但係收嗰刻就，哎呀，做完啦個展覽，唔知幾時有下一次咧。我哋中意展覽。平時咧，我都見作品都係比較細嘅。一去到做展覽啊，啲大型商場或者一啲政府嘅機構去贊助嘅話咧，我哋就考慮做一件比較大啲嘅作品出嚟咯。呢個香港冰室係 Tony 同 Maggie 合作做嘅作品。Tony 擅長做電子部分同舊化，而 Maggie 就最拿手做食物。我自己的作品通常是有些回憶我才會做的。酒樓就是我小個，我爸爸很喜歡帶我和哥哥通宵去吃東西，每逢星期日都會去尖沙咀飲茶，推著車仔那些感覺，還有跟哥哥揸著張點心卡周圍點東西吃，那一刻很開心的。仲有就係鐵板燒啦，日式嘅鐵板燒啦。咁啊，去慶祝復活節咁就第一次去食鐵板燒，覺得好得意咯。咁我仲記得去到嗰陣時有個侍應咧著住和服啦，咁就送咗一隻日式嘅雞仔嘅和果子啊。嗰陣時真係未見過日式和果子咁樣，成隻雞仔咁啊都唔捨得食咯。同好多香港人一樣 ，Maggie 既中意煮亦中意食。正因为他对美食的细心观察，令他能够做出卖相一流的佳肴。因为喜欢吃东西，由小到大都，但是女士不可以吃那么多，今天会肥。吃过的东西我会做了出来，或者想吃的东西我都会做了出来先的。BB 放我第一个 BB 未出世之前我已经做了。可能個自己個意識都係中意女多啲啦，咁就做咗個粉紅色嘅 BB 房，即係慶祝翻我自己第一個 BB 出世咯。對 Maggie 嚟講，喺微型模型嘅世界，要做一個舒適而寬敞嘅 BB 房並唔難，但喺現實生活裏面，要有一間咁嘅 BB 房就相當吃力啦。非常之大嘅差距，呢個夢想中嘅啫，都會加自己的構思或者自己想嗰樣嘢係點嘅樣咯，嚟滿足自己咯。其實我哋都係收藏緊一啲自己嘅情懷，一啲自己嘅歷史咯。不過就可能人哋會收藏啲舊嘅嘢咯，但我哋將啲回憶咧就收藏喺我哋啲作品度咯。天后誕嘅花炮巡遊。同中秋節嘅舞火龍係充滿地方色彩嘅節日活動，亦都係 Maggie 同 Tony 下一個展覽嘅作品題材。你諗係咪諗住做嗰塊嘢？都係啲龍鳳嘢。呢啲花應該都啱用我嗰個花炮，實太多嘢啦。我想問一下咧，有冇啲類似依啲呢條紅咧？嗰啲咪神符？你有冇得賣啊？有。我睇我花炮裏面有啲乜嘢，我就要執啦。有金魚啦，有龍啦，有鳳嘅，但係暫時呢間我就未見到。多謝，係唔該，多謝曬。個裏邊好多啊！依個好似兩條都係龍。係啱啱好你嗰個花牌咧，左右有冇啲類似呢啲咁嘅紙？有。咁我三即係每對三對，係啦，每對三對嚇。係老細你先識呢啲啊？花炮通常都用呢啲咯，呢張咧就雜拍嘅炮料。哇！哇！有冇得？嗱，呢啲咧就擺啲獅子啦，擺啲彩鳳啦，有啲擺啲八仙啊咁咯嚇。呢張可以俾我啊？俾你啊！哎呀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阿老闆非常之好，講咗好多嘢俾我聽。
及。唔該你，唔該你。老闆知道 Maggie 唔識扎花炮，介紹咗附近一位扎作師傅俾佢認識，等佢有機會更了解花炮嘅製作。打攪曬，打攪曬。我哋啲嘢就我嚟燒嘅，咁所以咧就真係紙同面多咯。我哋啲嘢暫時都有，仲有人睇嘅人。我哋呢啲有排擺嘅會。你哋呢係有排擺，我哋呢啲咧擺擺可能擺幾個鐘。點解要做個花炮呢？花炮我係嚟當係嗰個先神嘅行宮，即係例如而家你天后誕，咁你做嗰座花炮咧，就將個天后個像擺喺裏頭個花炮裏頭，咁啊托住行街之後咧，將嗰個花炮裏頭嗰啲物件，又落即係聖衣品啦，拎出嚟競投，競投咗之後咧，就可以籌措咗個經費咧，就愛嚟等個花炮會營運嘅。Maggie 曾經喺元朗圍村住咗10年，睇過花炮巡遊。但是单凭相片和记忆很难做出一个逼真的模型，为了近距离再看一次花炮，他回到18乡请教村代表林先生。那个花炮就会放在这里公共的，通常花炮会有什么圣物在里面？咁其實成個花炮入面所有嘅飾物咧，都係有啲寓意吉祥嘅代表嘅。例如我哋從頂咁望翻落嚟啦，咁佢係有一個福鼠，就寓意五福臨門啊。咁福到福到啊。跟住咧就會有一對咧，啲叫做金花啦，咁啊金花報喜啦，係啦。咁有一條長虹啦，咁啊做生意嘅人咧都好中意。呢一條長虹咁啊，都寓意大展宏圖啦。咁我哋俗稱呢個炮膽，咁有個阿嫲就會坐喺個炮嘅中間位置咯。呢一間喺18乡嘅天后古廟有300多年歷史，村民叫佢做大樹下廟。呢一度唔單止係近年花炮巡遊嘅終點，仲係以前搶花炮嘅地方。點解會搶呢？搶花炮咧，那個活動咧就喺嗰個旦期之中慶祝咧，係最高峰時期，即係個個都想啊搶一個咧，又好意頭嘅翻去屋嗰條村嗰時，那個年咧就即係大家合景平安咁樣咯，即係高興下咁咯。搶花炮咧好熱鬧嘅，即係全部都男丁出嚟搶嘅。顯示一下自己嗰條村嗰啲有幾多壯丁啊！嗰班司理咧就宣布啦：呢個係第幾炮咁樣咧，就點住一支炮住彈嗰支竹籤上去，寫住第幾炮嘅，有塊紅布嘅綁住嗰度，一彈上去咧就滴落嚟咧，就嗰啲青年仔啊，嗰啲壯丁咧就去搶，搶咗嗰個炮翻嚟咧，就好似接力咁樣，係自己嘅隊友咧就全接咁樣翻到廟個範圍咧，即係話知係你嘅。村民以前搶花炮經常都會有爭執，所以在1949年開始搶花炮改為抽花炮。Tony 已經有20年沒回來看舞火龍了，今天重遊故地，發覺面目全非。童年都是在這裡過，以前的建築物就比較古色一點，都是4-5层高的大廈，現在全部都不同了，現在都所以就想做回過去的情景出來。現在看到這個位置就是龍溪台，以前舞火龍最初開始就是這裡外面碗沙街開始這樣一路冇，咁啊前面嘅位置咧就有啲大排檔嘅，以前我記得中學嘅年代啦，每一年都會落嚟呢度睇火龍嘅，咁啊都係同屋企人啊睇完火龍咧就要行去圍院去賞月咁啦，主要係想攞翻啲資料係關於個場景啦，同埋個擺設個位置啦。建築物咧就想做翻以前嘅龍溪台啦。它有一個1层楼高的平台，平台上面有2棵的大樹，跟住上面就是3层的住宅，嚇，咁啊而家已經冇咗噶啦，拆咗佢。全部啲人驅散佢，我哋等候啲。
20年冇嚟過睇啦，咁就感覺就比以前熱鬧好多啦，嚇咁啊氣氛好多好多觀眾啦，同埋刺激好多。以前細個落嚟睇舞龍嘅話，都係其中一個節目，就係攞龍香，咁就喺龍身上面插出嚟派俾大家咁樣，咁啊啲人就會攞翻屋企，再點翻著佢，再擺喺個神海度拜啦咁樣。最主要係睇翻啲龍嘅結構咧，即係個龍身嘅構造啊。依啲燈同以前嗰啲都有啲分別嘅，咁啊盡量做翻以前嗰啲效果出嚟咯。以前就冇咁多欄杆攔住嘅。咁就啲人可以自由出入嘅，咁啊正話影咗好多相，咁啊翻去可以消化先，再睇下點樣構思啦。